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哈哈，你的嘴真大呀！找不着你人啊，皇娘那里都乱套了，还怕你落选想不开呢？原来你在这儿玩的还挺开心的。我为什么要不开心啊？你瞧，这是我从姑母那儿偷偷拿出来的千里镜，看得又远又清楚的，给你也看看。我还要还回去呢。 看见了吗？三哥为什么不选你啊？我为什么要让三阿哥选上我呀？你是皇娘的亲侄女，三哥又是皇娘的养子，谁都知道三哥会选你做嫡福晋啊。那是你们自己想的，我又不喜欢三阿哥。你不喜欢我三哥？要不是阿玛和姑母他们偏叫我去，我才不会去。但是，即便我去了，我也有本事。 让自己选不上。你怎么让自己选不上的？储蓄宫，储蓄宫，大庭广众之下。对呀，我吃了好多豆子呢。你真行啊你！哎，哎，你看，姑母的景仁宫这么远，可是这里边看得这么清楚。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。什么？我是说啊，你的烦心事了了，我的烦心事啊还在后头呢。你怎么了？三哥选完了，下个月换我选了。哦。哎，金啊，我选福晋的时候，你来替我长长眼吧。我替你长长眼？嗯。打小我最信你的，你说好的一定坏不到哪去。 到时候你暗中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谁合适。我也好拿个主意。你选福晋，自然得你自己拿主意，我怎么替你长眼啊？再说你选福晋，我去算什么？名不正言不顺的。那有什么难的？你做我的秀女，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我做你的秀女？嗯。我怎么做你的秀女？咱们都那么熟了，这算什么？ 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不选你不就得了？你不选我呀？嗯，真的不选我啊？我不选你啊，我不说了吗？让你帮我长长眼。那就算我乐意帮你，你的秀女也不是我想当就能当的。这你就别管了，就算我去求你姑母，也会让你去的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来不来？不来。 姑母的眼光就是好，这衣裳这么好看，可我又不干嘛，不用穿成这样吧？傻孩子说什么呢？我是想让你穿着这身衣裳，好好去选红丽的福晋。姑母，我和红丽哥哥如兄弟一般，我怎么去选他的福晋啊？我不去。怪不得红石不要你，满口胡说什么呢？我没胡说啊，红丽哥哥是说了让我去给他长长眼。 可也没说要选我当他的福晋啊。再说我被三阿哥已经拒婚过一次了，我就不去了吧。我让你去你就去。红石现在已经有失势的苗头了，嫁给红丽有什么不好啊？乌拉那拉氏没有前朝重臣，只有后宫的女人。你我就是要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，不然看你怎么面对列祖列宗。 这些话你跟我说好多遍了，我跟你说好多遍了，可你没听进去啊！我这次一定往心里去，这衣裳这么好看，我就收下了。青音告辞。哎哎哎，格格，青音，格格，青音，哎，这丫头，倔的。您别急，格格水灵，又有跟四阿哥打小的情分，她去了肯定能选上福晋的。 人你都见过了，高氏娇美可人，算是良配。
富察氏端庄持重，更是佳偶之选。红丽，哎，是额娘。额娘，那儿子可以照自己喜欢的选吗？额娘跟你说，娶妻娶贤，娶妾娶色，你选福晋更得慎重。自己喜欢是一回事，能帮衬到自己是另一回事。嗯，又干系到咱们母子在宫中的来日，你未来的嫡福晋要能帮到咱们才好。额娘之前跟你说过，富察氏家满门权高位重，是额娘的钮祜禄氏都不能比的。孰轻孰重，你该明白。儿子明白。贵妃娘娘，吉时将至，选秀是否可以开始了？好了，时候到了，放出眼光，好好选。是。吉时到，秀女入场。请四阿哥安。起来吧。谢贵妃娘娘。今日选为嫡福晋的，赐如意一把；选为侧福晋的，赐荷包一个；落选的，赐黄金百两回府。今日参选的秀女有：富察氏满洲镶黄旗，察哈尔总管李荣宝之女。高氏镶黄旗包衣两淮盐运使高斌之女。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户部侍郎赛克之女。格格，咱们还去不去降雪轩呀？再不去可就来不及了。您不会是不去了吧？皇后娘娘和咱府里可都盼着呢。你现在说话怎么也跟姑母和阿玛似的呀？可四阿哥那儿不也盼着您去呢吗？还说让您给长长眼。哥哥，您说四阿哥这长长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真是您指谁他选谁吗？谁知道他什么心思啊？那会不会四阿哥这长着长着眼就选了您呢？不会，他说了不会的。他要是真的选了我，我就更不能去了呀。为什么？您不是喜欢四阿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喜欢四阿哥呀？啊，是是是，您没跟奴婢说，可奴婢的眼睛自己会看的。我不去，我不会去的。别呀，格格，咱还是去吧。不去。格格。红丽，去选吧。额娘，要不咱们再等等吧。等什么？秦英，秦英妹妹还没到呢。秦英格格刚被三阿哥拒了婚，想必是自己觉得没了脸面，怕是不会来的。吉时到了，等不得了，去吧，去。Thank you.
格格，格格，你慢点儿。格格，等等我，格格。给熹贵妃娘娘请安，清音来迟了。清音格格怎么来这么晚啊？得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去那儿站着吧。是。来了。我来看看你选谁，这样的好戏怎么能错过？选秀继续。乌拉那拉氏，满洲正黄旗，左领纳尔布之女。富察氏端庄持重，是为侧福晋之选，赐荷包一个。谢谢阿哥。汐月格格，人如其名，东方未晞，月色风霜。谢四阿哥夸赞。如此美貌，赐黄金百两。谢四阿哥。清音格格，聪颖伶俐，是为嫡福晋，赐如意一把。嫡福晋，这就选中我了。我是来给你长眼的，你给我这个做什么？说好给你就给你的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谁跟你开玩笑？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不得儿戏。你在哪儿？我走了。怎么，不敢拿？额娘，我选完了。恭喜清音格格为嫡福晋，谢恩。谢四阿哥，红利。皇上驾到。皇上万安。皇上，咱们的四阿哥已经选了清音格格为嫡福晋。那不成。皇阿玛。有何不成啊？清音格格是皇娘的侄女啊。正因如此不成，皇后犯错，已被禁足景仁宫，非死不得出。皇上，皇后娘娘犯了什么错，受您如此严惩？皇后谋篡皇位，朕没要她性命，已是宽容。皇上，皇后娘娘
已经受到严惩，您万勿迁怒三阿哥。皇上有旨，皇三子弘时、萧宗吉去玉蝶，再非皇室中人。皇阿玛，三哥就算犯错，也不该受如此重罚。请皇阿玛看在父子情分上开恩吧。天家先君臣后父子，你不必为弘时再求情。还有，青樱是乌拉那拉氏的后人，如今这种情形，他能不能入你的府邸，你要细细的思量。皇阿玛，青樱格格一直待在江雪轩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该无辜受牵连。再说了，他被三哥拒婚，如今再失了名分，一个闺阁女子如何在世间立足啊？你在替他说话。皇阿玛圣明，皇阿娘犯错受罚，不该祸及家人。青樱格格也是您的家人呢。红丽，别再惹怒你皇阿玛了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送青樱出宫。这，青樱哥哥，请吧。顾丈，青樱哥哥，请谨慎称呼。顾丈。还请您看在和姑母十数年的夫妻情深，可以稍稍厚待姑母。青樱无福，侍奉在您的左右，还请您保重。青樱，别失了分寸。皇上，今日选福晋是喜事，咱们要不把福晋给定了？红丽，罢了，现在吉时已过，朕看红丽也有些累了，改日再议吧。恭送皇上。开门，青樱格格，你可快着点儿！你要待久了，奴才可是吃罪不起。谢苏公公，我即刻出来。姑母，姑母，姑母，青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是不是没有选上福晋？是不是受了我的牵连了？皇上让我即刻出宫。果然如此，你快出宫，别理会姑母了。姑母，我会想法子去求皇上的。不能求，否则只会让皇上迁怒乌拉那拉氏全族。你回去告诉乌拉那拉氏上下，谁都不许替我求情，免得再遭皇上责难。姑母，走。青樱哥哥，时辰不早了，走吧，快走。姑母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，我会想法子再来看您的。走吧，走吧。青樱哥哥，你快走吧。你要小心。嗯。夏哥，青樱妹妹，对不住了。姑母是要永远在这儿静坐吗？咱们还有什么法子没有？
现在皇阿玛正在气头上，等缓一缓，我会再求。比起你苦争力求，我说话更方便些。多谢四阿哥。蒋雪萱的事，你再等等我，我会再去求皇阿玛，一定要你留在我身边。苏北生，奴才在。好好送青衣格格出宫。这，格格请吧。坐上去。朕让你坐上去。是。儿臣为难。为何为难？儿臣坐，大不敬；不坐，为皇命。所以啊，身在皇家，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。你也坐。来，朕坐在这龙椅上，一样不能随心所欲。所言所行，都是为了大清基业千秋万代。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婚事来求朕，说实话，朕也不能不替你考虑。可你的婚事，并非你一人之事。从朕的角度去看，他必须得有他应当的模样。红丽啊，你已经大了，你该开始替朕分忧了。国事和婚事，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，与你合适的，未必是你所愿的，你必须做的事，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。每一个决定，有他的所得，也总有他的代价。儿子明白。富察氏端庄大方，堪比嫡福晋之选。不过皇阿玛，儿臣还是希望青衣能在儿臣的身后有一容身之处。乌拉那拉氏既是你唯一所求，朕就许了他的侧福晋之位。儿臣谢皇阿玛成全。不过高氏也得成为格格。是。甚好。杜佩生，奴才在。皇四子弘历，温公朝夕，执事有客，着封为宝亲王。这，儿子谢皇阿玛隆恩。请皇后娘娘安，请熹贵妃安。戏唱完了，每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，就好比弘历一定会姻缘美满，青衣只能被弃出宫，红石逐出皇室，你呢，只能是禁足景仁宫，与深爱之人不复相见。你是谁？也配跟本宫说话？皇后娘娘，请息怒。其实臣妾能做什么？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您皇后娘娘亲自做下的吗？若不是你想保弘石为太子，朝中无人敢进言上折；如果不是你想乌拉那拉氏代代为皇后；若不是你想一个不爱你的男人钟情于你，也不至于如此痛苦。
皇上口谕，皇四子弘历封宝亲王，则即日纳富察氏为宝亲王嫡福晋，高氏为格格。花好月圆终究是弘历的。乌拉那拉氏为宝亲王侧福晋。谁？秦英格格。怎么会？四阿哥今天去养心殿向皇上求来的，奴才告退了。看来不是每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，咱们的戏还没唱完呢。熹贵妃呀，我每走一步你就算一步。宝红石的折子是你撺掇人上的吧？可是你千算万算，算不到弘历对我的侄女清音如此钟情。那又怎样？只不过是个侧福晋。就算是侧福晋，也是弘历不顾前程，花了好一番心力在皇帝那儿求来的。弘历这样用心，这名分有什么可计较的呀？钮祜禄氏，你我咱们走着瞧。戏是还没有唱完，可惜皇后娘娘是看不到的。锁门。锁门。青樱，你是姑母，也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。青樱，青樱啊！儿子，请额娘安。来了。听说你皇阿玛给了你宝亲王的封号，又定了你的婚事，双喜临门。如今额娘看着你，才觉得你真是长成了。额娘，儿子有今日，一切都在于额娘。只是有一事未能先向额娘请示，还请额娘宽宥。啊，何事？儿子冒昧，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去求了皇阿玛，最终定了富察氏为嫡福晋，高氏为格格。也请皇阿玛准允了，容了清音为侧福晋。这般选择挺好。坐。额娘不怪儿子。怪你什么？坐吧。啊，谢额娘。儿子知道，额娘一向不喜欢清音。额娘对清音格格无所谓喜不喜欢，无非是皇后禁足受罚，额娘不想让清音格格连累了你。是儿子莽撞。只是在降雪轩里，儿子已经给了清音如意，若是他的侧福晋之位儿子无法保住，只会显得儿子无情无义。所以只希望额娘不要受到皇额娘的影响而迁怒于清音。乌拉那拉氏自惹祸端，已受皇上责罚。如今你皇阿玛已经封了你宝亲王，也允了清音格格为你的侧福晋，看来他已经不为此事责备你了，那额娘就更不会再说什么了。只是清音格格性子倔强，日后你俩相处不协，你自寻烦恼。额娘，亲妹妹与儿子相识多年，性子相投，不会处不来的。你就这般认准了他，甚至还不惜以自己的前途犯险，
去求了皇阿玛。红丽，你想过没有？皇上若是为此而起了雷霆之怒，你我母子今日可不是这番景象啊。儿子让额娘担心了，儿子真没想那么多，儿子只知道青樱妹妹是儿子心中想要的人罢了。你这孩子如此用心，但愿如你所愿，你与他姻缘和睦。儿子在此谢过额娘。青樱，怎么那么久才来啊？等你好久了。你不高兴啊？我知道，侧福晋是委屈你了。我不是在意这个。我现在在想，我是不是该嫁进王府？可是因为皇额娘的缘故。是啊。从前在这儿玩的时候，都觉得好玩。可是如今在看宫里，我又觉得心慌。皇额娘的事情，我会再和你一起想办法的。我也明白你现在的感觉。可生在皇家，无一日不感受到这宫墙下的冰冷残酷。青樱，我会尽我所能的护着你，不再让你受任何的苦楚。哪怕以后再碰到任何的风浪，我们一起面对。熹贵妃也不会喜欢我吧？皇阿玛已经把你允给我了，相信额娘也不会再说什么了。而且我也跟额娘说过了，不要因为皇额娘的事情而牵连你的。我还向她表明了，我心中真正想要的只有你一人。红丽哥哥，你知道吗？那日在这里，我叫你来参加我的选秀，我的心里是多么紧张啊！在见雪轩的时候，你没来，我心里多忐忑。后来还好你来了，还接了我的如意，我心里总算踏实多了。我也明白你的性子，你不愿意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勉强你。所以，你心里有我的是吧？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愿不愿意同我在一起？从今以后，你什么都不用怕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嗯。王爷福晋，都起来吧。谢王爷福晋。你们之前都与福晋见过的。这是我成婚的时候皇上赐给我的嫁妆，听说是安娜来的贡品，所以便转赠给两位妹妹以表倾慕之情。多谢福晋恩赏，这往后啊，都是一起伺候王爷的姐妹，不必拘束。两位妹妹的住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儿是你们进府的喜日子，都早些回去歇息吧。
妾身告退。王爷，难得看你这么规矩的坐着，还真有些不习惯呢。我也不习惯。要不，我帮你揭开盖头，让你松快些。好。更好看，你穿红色也好看。青影啊，你终于嫁给我了，好像做梦一样。我也觉得在做梦一样。跟你说个悄悄话。你这样不太好吧？你是我自己选的人，做侧福晋已经是委屈你了。第一夜自然要和你在一起的。她是我的发妻，我会爱敬她，尊重她的。格格，王爷今夜去了侧福晋那里。王爷昨夜虽歇在福晋房里，但并未行周公之礼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那如此说来，福晋心里也不舒服。格格，如果您能得到福晋的帮手，以后在府里也不怕没个照应了。去把我的琵琶拿来。是。我还不信了，我能一辈子就是格格。说不定明天晚上王爷就来我屋里了。格格多才多艺，王爷一定会喜欢您的。王爷去了侧福晋那儿？怎么会呢？你没看错吧？福晋，奴婢没有看错，王爷的确歇在侧福晋房中。烛火都熄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福晋，昨夜王爷虽然歇在您这儿，却推说身上太累，未行周公之礼，今夜又去了侧福晋那儿，这就是侧福晋入府。王爷去那儿也是应当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总归老夫人说的对，您呐得拿出手段来，对侧福晋他们得好生提防才是。王爷越是喜欢他，我就越得拿出狄福晋的气度，我得做得更好，比任何人都像一个正妻。王爷无可挑剔，就会觉得只有我才是最适合做狄福晋的。请福晋安。都坐下吧。谢福晋。册封西月妹妹为册福晋的旨意下来了，恭喜月福晋。当初你跟青音一起进府的时候，我赐给你们每人一只赤金莲花翡翠珠镯，就是希望你们无论身份高低，也能亲如姐妹，不分彼此。
如今你也成了侧福晋了，我看着真是高兴。多谢福晋，福晋赏的镯子，妾身和亲福晋每日都戴着，妾身能有今日，多亏福晋调教。你阿玛一直为皇上尽忠，如今皇上身子不好，王爷帮着理政，你阿玛出力不少，皇上要嘉奖你也是应当的。绿云，你刚生下永璋，还是要仔细着身子。谢福晋关心。这说起来啊，清英汐月和我是差不多一起进府的，玉言从御室来也不少日子了，连齐莹、海兰和婉音伺候王爷也许久。你们什么时候都能有子嗣，为王爷开枝散叶的才好。是。妾身们没有福晋那样儿女双全的好福气。别着急，慢慢来，都会有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也早些回去吧。妾身告退。福晋，小福晋哥哥，不好了！好好说话，这是怎么了？皇上驾崩了。皇上。王爷呢？王爷接到消息，进宫了。驾崩，奴婢倒认为您从这儿出去的唯一机会来了。
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来了。这两日在丧仪上看皇上唇干气燥，眼睛里也是红红的，所以臣妾给皇上煮了一碗杏仁露润润肺。过来吧。坐。皇上，朕叫你坐你就坐。好喝。上次啊，咱们两个这么静静的说话还是在府里呢，如今啊却时过境迁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怎会知道大清皇帝骤然崩逝，皇上现在也是身负千斤重担。这皇阿玛的丧仪啊，还有朝政之事都还好，只是眼下有个难题，朕不知该如何。何事啊？朝臣中有人提议，将你姑母放出景元宫，尊封母后皇太后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希望你姑母出来吧？臣妾自然是希望姑母可以解了禁足，安享晚年。臣妾也可以尽一份孝心，但是下令禁足姑母的是先帝，尊封母后皇太后又是国事，臣妾也不便说什么吧。朕也是想着，皇阿玛生前说过，与景仁宫死生不复相见，所以朕的心里啊，很是难为。可朕又想，要是放你姑母出来，恢复了尊荣，你的背后也可有个倚仗，也可过得畅一些。皇上为姑母和臣妾思虑，臣妾万分感激。只是皇上也不必过分担心，事情总有解决的法子。如若艰难，皇上也不用太为难自己。朕知道了。真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？是，奴亲大人一得消息就递话进来，让告诉您知道。大行皇帝没留下任何处置景仁宫，这麻烦就来了。说是张廷玉大人先向皇上提议的，又有几位大臣陆续附议。张廷玉这老家伙，从来就把祖宗规矩、嫡庶尊卑看得比命还大。他要尊母后皇太后，那是防着哀家呢。张大人心里只有规矩，未必是存心跟您作对。哀家还能不知道那帮老家伙？后宫示弱，前朝那帮老臣在皇帝跟前就会更有分量。可朝廷里也不是只有张廷玉一个人会说话。傅家，你去回话给讷亲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太后，这事儿不是皇上说了算吗？您直接跟皇上说，您不愿意不就成了？当年选福晋，皇帝就没跟哀家一条心。如今这件事，咱们先别说话，哀家看看皇帝的心意，也瞧瞧到底有多少人惦记着景仁宫那位。一靠手，二靠手，三靠手，皇额娘，今日的膳食是儿臣等各自进献的，请皇额娘尝尝。太后，是否先饮汤？嗯。
太后，这是清主儿进献的火腿鸡汤。好好的鸡汤，用味儿重的火腿相佐，喧宾夺主。臣妾只是想用鲜味儿令太后开胃，没想到仿了太后用膳，是臣妾的过失。两样东西炖一块儿，分了高低主次才好，想要并重，反而坏了味道。臣妾知错，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并重。太后，臣妾下回给您炖清鸡汤喝。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，哀家没有胃口。皇额娘，您近日为心底哀痛，身子本来就不适了，若饮食再清简，那就更撑不住了。您好歹还是进一些吧。太后好不容易进些晚膳，却被青英姐姐败了胃口。今日下午还有好几个时辰的哀仪，青英姐姐是想让太后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？臣妾有失，甘愿受罚，还愿太后顾及凤体，多进一些吧。食为天，米为食之主，就是因为米是最养人的。先帝在世时最爱喝米粥，你也尝一尝吧。罢了。说来呀，这一饮一食能有多大讲究啊？无非是审时度势，不要自作聪明吧。儿臣明白。起来吧。臣妾谢太后。皇额娘真的这般对青樱？是，让他受苦了。你送些烫伤药到他阁中，叫他别难过了。这都烫红了，太后的心也太狠了，只是一碗汤而已。你今儿是怎么伺候主的？是我伺候太后不小心弄伤了自己，不能怪索性。那也是索性没护好主。你去外头撕过去。阿若，索性是前邸里从了新字辈的大丫头，你说话也得留意些，别总是颐指气使的。奴婢不过是觉着索性不是咱们府里陪嫁来的，没有那么亲近。你和索性都是跟着我的，往后在宫里过日子，你们两个若不好好相处，日子怎么过？你这脾气是得改一改。可奴婢就是这么个心直口快的性子，太后今儿有点太欺负人了。不过皇上心里是疼您的，这不急急就让李公公送了烫伤药来。奴婢看呀，等回头进了宫，或是老主子出来了，皇上怎么也得给您封个贵妃、皇贵妃的，到时候太后就不敢这么欺负您了。刚跟你说了说话要留一些，倒是越说越没分寸了。太后也是你可以胡乱妄议的嘛，若是让旁人听见了，你有十条命都填不满。奴婢也是心疼主嘛。是是是，奴婢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了。还疼吗？疼。
红丽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，尊我为母后皇太后？您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？宫规祖制在此啊，先帝不曾废后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，我该住慈宁宫去。住到慈宁宫之后呢？就跟钮祜禄氏再分个输赢。争斗不休，总会伤着自己的。我哪怕遍体鳞伤，我都要跟他斗到底。青樱，你要跟姑母一条心，你要让红丽早点放我出去。皇上倒已经很为难了。你这是姓乌拉那拉还是爱新觉罗呀？我是心疼您。你要是心疼我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姑母此生唯一所望，就是跟先帝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先帝已经弃绝你了，亲口说了生死不复相见了。他不见我，我就去见他。他弃绝了我，我绝不会离开他。青樱，我只有成为母后皇太后，才能跟先帝生死相依，这个名分我一定要争。你起来。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该怎么办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皇上，金主儿来了。皇上，坐吧。这么晚怎么来了？臣妾知道皇上一定还在为姑母的事烦忧。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尽快有个决断，只是礼法和孝义终究难以两全啊。皇上，臣妾想求您一件事儿。你说。能否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？你这么想的？如果您以太后的身份在行宫供养姑母，哪怕暂时不要给她名分，您对那些尊嫡的人也可以有所回应。然而对那些阻挠姑母尊封为母后皇太后的人，他们看姑母离开了紫禁城又未被尊封，想来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。至于太后那儿，臣妾也想过了，若两宫太后在紫禁城并立，这二位老人家争执了一辈子，日后也难免两相离不容，后宫不宁，皇上也烦忧。不如让姑母去行宫安养天年，避开太后也是好的。你说皇帝已经暗中安排人去行宫抬布事宜了？是，清福晋才离开养心殿，皇上就派人去了行宫收拾殿阁，亦应按太后安养布置。荒谬！难道皇帝真要乌拉那拉氏为母后皇太后吗？就算换了地方，离开紫禁城不与您同尊，可母后皇太后就压了您一头啊！这种主意，定是青樱那丫头弄混出来的吧？景仁宫与清福晋这般里应外合，皇上还年轻，难免不被清福晋这个宠妃说动吧。早知道，当年就不该留着青樱。明日丧仪之后，你让他来找哀家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被福家换来了永寿宫，你怕不怕呀？被太后召唤，臣妾怕的是侍奉不周，未能替皇上尽一份孝心。你的孝心都进去了景仁宫吧？太后，请恕臣妾冒昧，景仁宫是臣妾的至亲，臣妾不能不去看望他。
就是去看看。臣妾也求了皇上，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。痴心妄想！你是觉得，你如今可以仗着皇帝对你的那点情分，来压哀家了吗？太后，臣妾没有这个意思，臣妾只希望姑母能安安生生地活下去。安安生生？没有名分，你姑母会安安生生地走出景仁宫，去到行宫？乌拉那拉氏有你这个希望在，你觉得你姑母会安安生生吗？你要你姑母活，可以。除非他没了你这个倚仗，哀家倒可以给他一条活路。如今正是先帝丧仪，丧仪过后，你自寻了断。你不求哀家开恩饶恕？太后发落赐死，自然主意已定。臣妾知道求也无用。你要不死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哀家可以给你一条路选。乌拉那拉氏，有你姑母，便没有你；有你，便没有你姑母。若是臣妾死了，您可否圆姑母和先帝合葬的心愿？你倒真有孝心，只要他在行宫安分养老，哀家许他和先帝合葬，只是没有名分罢了。多谢太后。不过皇帝若是知道你今日与哀家所言，你姑母便会和你一样，活不得。臣妾明白，多谢太后。是去了养心殿了，他该不会说出什么吧？景仁宫的事情呢，朕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想到风声传了出去，朕呢还得要顾及皇娘的心意，为了安抚皇娘，也为了你姑母来日能好好颐养天年，按太后奉养她的事，朕还得慢慢安排。皇上的难处，臣妾都明白。臣妾是替姑母难过。你放心，朕会将景仁宫移至圣经旧宫，
好好安养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只是缺了一个名分罢了。后妃与君王失和，吃苦的肯定是他们自己。还请皇上顾怜姑母，不要让她在慎君旧宫吃苦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放心，朕呢，每一次去圣京，都会带你去探望他，平时也会派人多多伺候他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要谢啊，就别嘴上说说。朕惦着你的暗香汤呢，什么时候给朕再做一碗？梅花都没开呢。怎么做暗香汤？朕知道你喜欢梅花，秋天过了就是冬天，会开很多梅花，到时候多做几碗给朕喝。你不答应朕啊？臣妾答应。你怎么了？臣妾只是想起与皇上初见。当日咱们一起听了一出墙头马上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朕记得，晶，你和朕是年少情谊，虽然没有成为嫡福晋，但你和朕的情谊是谁也比不了的，知道吗？臣妾明白。皇上，如果日后臣妾不能日日给您请安，臣妾也会永远祈佑皇上龙体康健，事事顺遂。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，你今个是怎么了？啊？不过朕也明白你姑母之事，一个女人没了名分，一生悲苦。朕明白你，朕和你一样怜悯你姑母。主，老主子真的没指望了吗？那我们会不会受牵连呀？主不该去的，万一这要是被太后娘娘知道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太后怎么还做这些？先帝的丧仪将毕，不用再烧纸锭了。先帝灵前那些都是哀家亲手做的，如今这手闲不住，你说这是烧给景仁公好呢，还是给他侄女呢？亲主是晚辈，哪里配得上您亲手做的东西？青竹来了。您快着点儿。
卓，你在这候着。起来吧，我正要传你呢。我是来告诉姑母，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。怎么颐养天年？不入史册，不赴太庙，来日以无名无份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，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。不是这样的，姑母只要安心的在行宫待着，死后会安享哀荣，和先帝葬在一起。这个安排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？皇上疼惜我呀，才有这样的安排。没有钮祜禄氏的授意，皇上会答应你吗？他一定也让你选择。我们姑侄俩，谁能活下来？太后也来找您了。青樱，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，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你葫芦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红丽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他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，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红丽对吗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机，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你怎么了？府上，府上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证明我不是
自裁，而是有份包庇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有护鲁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。幸运，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姑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其实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就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，是一个殊荣。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我去的时候，金人物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青竹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青竹。陈汉进去时，晋仁宫内卫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下也跟着自裁了。晋仁宫死了，那青樱，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晋仁宫内卫是不是密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六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金人宫过身了。什么？青竹儿所言，报的是暴毙，真是暴毙。青竹儿是亲眼瞧着金人公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之前太后去过金人公。让人去照顾景仁宫的身后事，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请青竹过来。这景仁宫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清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景仁宫骤然离世。王清不敢说，才见景仁宫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景仁宫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
这景仁宫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，若不是言行得咎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坐呀。您与景仁宫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景仁宫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位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二儿哥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，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，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这，皇上小心外太后，奴才立刻举办。主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。景仁宫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，秦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宫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秦是景仁宫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宫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宫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皇上，郑廷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臣张廷玉给皇上太后请安。何事啊？皇上，臣闻听景仁宫暴毙崩逝，特来觐见皇上。后宫之事，前朝之臣也要来干涉吗？启禀太后，后宫之事外臣本不该干涉，然而景仁宫是否尊封已得朝野关注，已属国事，既然是国事，臣就不得不问。尊封之事尘埃落定，景仁宫已暴毙，事情已了。尊封之事才出，景仁宫便暴毙身亡，皇上，其中曲折实在是令人遐思，臣请皇上一定要细查此事。历来帝王驾崩，后宫总有人伤心离世，景仁宫过世有什么可遐思的？但是这次过身的毕竟是大清曾经的皇后，哪怕先帝与景仁宫多年不睦，哪怕先帝曾言此生不复相见，就算是没了尊位，景仁宫也不该不明不白的暴毙呀。怎么叫不明不白？张大人此言难道是对哀家有疑？总还有张大人愿意为老主子说话。张大人最忠臣的王者又是素来与太后不睦之人，彻查此事，臣妾乌拉那拉氏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
臣妾给太后、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臣张廷玉正与皇上谈景仁宫暴毙之事，娘娘是景仁宫的至亲，务必为他讨个公道。秦英啊，景仁宫和皇额娘都是你的至亲长辈，你出言必得谨慎。是。张大人，我因姑母去世悲痛万分，可公道二字却不知道张大人从何提起。姑母进足景仁宫，悲愤交加，暴病多年，因先帝驾崩，姑母过分忧心而居然离世。当时我侍奉在榻前，亲眼看着姑母驾鹤西去的。当真。太后、皇上，姑母过身确实因为她在意和先帝的情分，若有任何流言蜚语，臣妾应该出面平息，好让姑母走得体体面面，安心生后事。皇娘，那景仁宫的丧仪还是得办得体面些。那就按非礼吧，也可葬在嫔妃园寝，下葬时候便不要写什么名分了，免得惹眼。至于灵位遗物，那就一并发还母家就是。张廷玉，臣在，你可有异议？景仁宫身后之事，当以皇上、太后的决断办，臣没有异议。臣告退。皇帝国事繁忙，哀家回去了。儿子恭送皇额娘。恭送太后。母亲，你也下去。这。秦英，此刻只有你与朕，你告诉朕，景仁宫是怎么过身的？皇上，臣妾方才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事了了，也就罢了。要是景仁宫活着，总是会牵连到你。如今景仁宫过身了，皇额娘再有怨气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只是这事情虽了了，这些日子你也别到处走动，免得惹人注目。臣妾明白。太后您放心，青竹也是个聪明人。给太后请安，你去吧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，
看来你嘴巴挺严啊，没有背着哀家私下向皇帝告状。臣妾已经当着张大人的面把事情都说明白了。嗯，陪哀家走走吧。你姑母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说给哀家听听。姑母想要得到母后皇太后的尊位，无非是为了母族的荣耀。姑母最在意的就是和先帝身同亲，死同血。可先帝对姑母说出了此生不复相见，姑母便心如死灰。她得不到先帝的心，赢了太后又如何呢？所以她选择保全了你。看来她还是疼你的。姑母是疼臣妾，可是在这个宫里边能保臣妾的只有太后。哦，太后并不想要臣妾死，太后想要姑母死，而且死在臣妾的面前。若是有人对姑母的死有猜测，由臣妾这个亲侄女的嘴里为您分说，便没有人敢污了太后的清誉。你很聪明。不是臣妾聪明，是一切都在太后的掌握之中。你姑母也是聪明人，从头到尾算计得清楚，能争的时候拼命争，不能争的时候断然做出选择，以保最大的利益。如此，你得以活了。是，姑母暴毙，但流言未必会消去，臣妾得活着，才能时时为太后作证。很好，很好。这么聪明的人，是得好好活着。谢太后。卓，安置吧，明儿个可是登基大典呢。知道了。龙袍预备下了，您要不要再试试？既是量体裁衣，不必了。这寿康宫都收拾好了吗？请你来回话了，说都妥当了。寿康宫虽是太妃的居所，但皇额娘所住的殿寝务必体体面面的，那是自然的。退下吧。这Thank you.
朕今日登基，当行孝仁之道，遵先帝、世宗遗命，尊生母钮祜禄氏为圣母皇太后，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，册立之事，应有礼部郑重相待。皇上仁孝厚德，福寿大殷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大娘。都坐吧。从前自己是个嫔妃，赶着去向太后和太妃们请安，如今一转眼自己都成了太后了。瞧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娇嫩的像花朵。太后自己才是那朵开得最娇艳的牡丹花，不像我们年轻沉不住气，都是经不得细看的蒲柳。小嘴巴巴的，会说话。谢太后夸赞，臣妾愚笨，请太后教诲。今日是皇帝登基之后，你们头一回来请安。哀家也有几句话要嘱咐。皇帝年轻，宫里嫔妃也就你们几个，往后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，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，你们自己都好自为之。多谢太后教诲，臣妾谨记于心。皇后，哀家和几位太妃们都已经移居到寿康宫了，东西六宫很快就收拾出来了，给你们安居。身为皇后，安定后宫乃是你身婴之责。儿臣明白。皇上登基分六宫，定位分，册嫔妃，这些事情儿臣都会一一办好，若有不懂还请皇额娘指教。除了这个还有一件事，古来重长子重嫡子，皇帝已经有了庶长子永璜，嫡长子永廉，还有一子也很重要。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已称吉相，极为贵重。所以啊，你们几个要加把劲儿，把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好好生下来。是。给金主儿请安。这是皇上让您送来的？是。皇上知道金主儿在此守丧，劳心伤神，特意嘱咐再送来这玉镯参汤，让金主儿安心养神，保重身子。皇上还说，眼下这局势，金主儿颇为艰难。皇上从未忘却，金主儿和皇上是心意相通的人。亲主若有不顺心之时，想想皇上这句话，再不顺心也能安心了。皇上的心思我明白了，劳烦王公公深夜走一趟。那奴才告退。走。皇额娘，嫔妃位分您两次都发还回来了，是不是儿臣你的不妥当？你是怎么你的，又是怎么改的？你是皇后，事事要思虑周全。皇额娘是不满意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，儿臣未能及时明白皇额娘心意是儿臣的错，还请皇额娘教导。乌拉那拉氏呢？她在景仁宫守丧三日，今日应该礼毕。那她应该已经来了。夫家，太后，亲主已经到了。那让她进来吧。
皇后坐吧。是。臣妾给太后、皇后娘娘请安。景仁宫丧事已了，姑母今日午后已送去妃陵。景仁宫是你的至亲，按理你要为他守孝三年才是。这样吧，你不必去你姑母陵前，就在前底待着，五指不得出阁院，好好的为你姑母守孝三年。可是要守孝三年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份孝心了。太后能让臣妾在前底守孝，已是大恩，臣妾谢恩。皇娘为什么要删掉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？亲的名分屡屡受挫，做贵人也是委屈她了。她是朕的侧福晋，封妃理所应当啊。金英妹妹受了景仁宫的牵连，臣妾本想着给个嫔位，等日后逢年节再进封也不迟。可谁知道，还是被皇额娘退还回来。臣妾无奈，只好改为贵人。可皇额娘还是不满意。皇额娘划掉她的名字，难不成是不要给她任何位分吗？皇上，皇额娘封清英妹妹住在前底，让她为景仁宫守孝三年，闭门不出。什么？皇额娘久掌后宫之事，当着臣妾的面便发落了清英妹妹，臣妾却不敢驳回。皇额娘独断专权，连朕都不事先告知，你又怎敢驳回？请皇上息怒。皇上，皇额娘以孝亲为由发落了清英妹妹，这也挑不出错来。不如等过些时日，臣妾和皇上一同去求皇额娘开恩。朕知道了。清英妹妹虽被禁足，但其他人等名位已定，只差分居东西六宫了。皇后酌情安排就是。是。姐姐，是我。海兰，你怎么还没搬？我跟皇后说东西尚未整理完，晚些再搬。皇后替我留了门。你坐吧。嗯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还是不要跟我一起困在这儿，早点走吧。可我哪里都不想去，我只想跟你待在一块儿。况且我尚能自由进出，到底方便些？方便一时又如何？以太后的脾气，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眼下太后还心烦，等过一阵太后好些了，我和绿云姐姐再想法子去求太后。太后怎么了？太后一直住在寿康宫，还没移居慈宁宫呢。为什么？听说是皇上还在让人休息慈宁宫，大臣都在为这事劝皇上。太后住在寿康宫，到底是名分不正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主还在担心太后。太后住哪儿不都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太后若是皇上的生母，这一点便不会计较，就是因为不是生母，所以稍不周全就会生了嫌隙，以至于母子离心。姐姐，满宫大臣和众嫔妃都想不出法子解决，姐姐还是先为自己打算吧。嗯。皇上，昨儿内府说嫔妃们的封号都已经由内阁领好，请您定夺。不急，人都还没齐呢，怎么册封啊？
青樱妹妹是在守孝，可为了这个沿着其他人的封赏，怕也不好。皇上，慈宁宫要是修葺好了，也好让皇额娘早点入住，说不定皇额娘一高兴，青樱妹妹就可以出来了。若是朕真这么做了，皇额娘还是不答应，那朕又得想什么法子迁就她呢？皇后啊，你想简单了。是，臣妾冒失了。往后你多琢磨便是了，朕先回养心殿了，你也回去吧。起轿。臣妾恭送皇上。起驾养心殿。娘娘，一宫是尴尬事儿，依奴婢看您还是不开口为妙。一宫是面上的，底下事关清音。哎，这两宫不和，本宫也是为难啊。皇帝还真沉得住气，乌拉那拉氏被关了半个月，他硬是一声不吭，也不来替他求情。太后若想挪去慈宁宫，跟皇上说一声不就得了，何必这样大费周章？哀家若是向皇帝开口，若被回绝，难道还一再恳求？若是皇帝为了清音来求哀家，那哀家再顺水推舟，提出要移居慈宁宫，那便是一事一事。还是太后思虑周全，不过皇后和其他主应该会劝皇上的，说不定皇上呢还会亲自来先提移宫呢。那自然是最好了。哎，奴婢看您做了太后，也不比做贵妃时轻松啊。哀家问你，历来后宫里哪个女人熬到太后这个位子，凭的是什么福气？历代做了太后的，确实不是诞下新帝，就是先帝的皇后。可您殚精竭虑，扶着皇上坐上了九五之尊的位子。您做了这个太后，是您的福气，也是皇上的福气。养育之恩，记得一时容易，记得一世难啊。皇帝刚登基，哀家不能让步。趁着他翅膀还没硬，规矩就得立下。诺卿大人为了移宫的事儿和皇上争论了半天，您先喝口茶润润。嗯。秦丽来回话了，慈宁宫已修葺完成，太后可以随时移宫了。皇额娘养育朕多年辛苦，务必将慈宁宫修葺至满意，让秦丽好好修，细细修，千万不要着急。这儿，朕的寝殿里有枚如意结，替朕送到青樱那儿去。可青主正关着守孝呢，他不能出来，你还不能去吗？啊，奴才糊涂，奴才糊涂。还有，架上有本曲谱，替朕一并送到那儿去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奴才给亲主儿请安。起来吧，王公公。王公公，您可来了，是不是皇上要放我们主出去了？那倒没有，太后的谕旨是要关着亲主儿守孝。皇上都不便过来，这不，奴才都是悄悄溜进来的。这是皇上让奴才送来的两样东西。
一枚如意结。皇上的意思是希望亲主儿事事如意。还有一本乐谱，皇上说，请亲主儿闲而无事的时候看看。替我谢过皇上，我出不去，不能面谢圣恩。皇上明白，所以皇上派奴才来向亲主儿要一样东西作为回礼。什么东西？皇上说，只要是亲主儿的东西就成。这是我刚绣的帕子，烦请王公公交给皇上。这奴才告退。多谢王公公。公公慢走。王公公，皇后和贵妃那边都来问皇上的消息，今儿的事要不要禀告一声啊？皇上心思深，这事儿先按着不提，谁都不许告诉。这主，皇上果真是念着您的，奴婢还以为皇上这一个月没吭声是忘了您呢。强童马上是我和皇上第一次见面看的戏，皇上真是有心了。我得想法子出去一趟。阿若，你去把海常载起来。是。臣妾问皇上安。你都跟朕那么久了，怎么见了朕还是那么怯生生的？臣妾失仪。你一向很少在朕的跟前走动，今儿个怎么突然过来见朕了？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海兰，朕记得你和青音很是要好。臣妾此来只为求皇上莫忘了姐姐。叶心，这雨下得太大了，我不想走路，去传轿子来了。是。在这候着。我进去拿要送去给皇上的点心，一会儿就出来了，别把门给锁了。是。
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哎，瘦了，也憔悴了，受苦了吧？臣妾有皇上挂念，不苦。朕都没替你向皇额娘求情，怎算挂念？皇上有皇上的难处。你跟海兰交换，没被人发现吧？没有。你看，今儿个真巧，你衣裳的颜色和朕的那么相似。匆忙出来，我都没来得及打扮。无需打扮，心意相通最重要。咱们多久没见了？35天。皇上，臣妾做了几味点心，尝尝吗？好啊，快拿过来。你被关着，还有心思做糕点啊？这三味都是皇上素日里爱吃的，臣妾做惯了。这味藕粉桂糖糕是太后爱吃的，臣妾正学着做，还没机会让太后品尝。嗯，味道还是很好，丝毫未见逊色。只不过，就算你再怎么用心，皇额娘也未必会喜欢。凡事莫说尽，万一太后过几天就放我出来呢？哎，这糕点酸酸甜甜的，你喜欢的。皇上爱碧萍，本应四时插花，人作花瓣，取其芳香满床，握之神清气爽之效。但是现在点了龙涎香，不插花也是好的，以免乱了气味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你看，这四处的壁屏都是空着的。朕闲的时候啊，就观赏观赏，把玩把玩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幅画好像是个什么故事？老来子采衣娱亲，这你都不记得了？二十四孝的第一篇是明子谦单衣奉亲。你记差了，二十四孝的第一篇呢是虞舜孝感动天，第二篇才是明子谦单衣奉亲。皇上心中存有孝道，才会记得如此清楚。二十四孝第一篇是虞舜孝感动天，说明在世人的心中百善孝为先，尤以君王为典范，宣扬孝道。皇上刚刚登基，政务繁忙，是不是已经忘了在寿康宫的太后？皇额娘自己不提，朕就让那慈宁宫慢慢的修葺行进。太后不是自己不提，是把这个表孝心的机会让给皇上您了。朕也想把皇额娘移至慈宁宫，可是你姑母刚过身，逼你闭门守孝，皇额娘独断专行，丝毫不顾朕的感受。太后和姑母积怨颇深，请皇上不要顾及姑母和臣妾，以免坏了母子天和。朕当然希望以天下之力来安养皇额娘天年，只是朕才刚登基，皇额娘就如此雷厉风行。臣妾只求皇上为天下之表率，为百姓敬服，千万不要以臣妾一己之身为念。可是朕的心里总有道过不去的坎儿。朕的亲生额娘，皇上的亲生额娘只有太后，她现在住在寿康宫，等着皇上去接她住慈宁宫。皇额娘多年专政，在朝中与宫中都颇有权势，
只一个讷亲，便是皇额娘族人，权倾三朝。若是朕事事都迁就皇额娘，那朕岂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？皇上，那不是迁就，那是孝顺。在后宫，皇上可以对太后孝顺有加；在前朝，以皇上的才干和魄力，足可以威慑天下。皇上胸怀韬略，还请皇上三思。景仁宫才刚暴毙，你就力证皇额娘清白。要是皇额娘知道你来求朕，她一定会很后悔这么为难你的。真如此就好，还请皇上打开心结，不要再计较了。这件事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太后也挺为难的。皇上，就依你的啊，孝敬皇额娘，颐养天年，好吗？就依你的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放心，这会趁皇额娘开心的时候再替你求情啊。臣妾该走了，海兰还在被关着呢。朕送你出去。皇娘方才见过慈宁宫，觉得修得如何啊？你惦记着哀家一心礼佛，佛堂里供了三尊佛像，又将花园修得这么精致，足不出户便可看到奇花异草。儿子早该将皇娘挪至慈宁宫，只是儿子刚登基，前朝的事情忙不完，又想着将慈宁宫修缮好，再让皇额娘住进去。儿子希望皇额娘可以安心地颐养天年。前朝的政务要紧，后宫的事算不得什么。皇帝啊，你初登大宝，多少人看着你年轻，存着窥视之心，所以朝政的事情，你多问问那些老臣子，总没错。儿子也是这么想，这讷亲是皇额娘的族亲，儿子打算加封他为一等公。还有，儿子登基要加皇额娘徽号，礼部起了重庆二字，皇额娘觉得如何？皇帝有孝心，比什么都好。前朝忙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啊。那儿子先告退了。等到稍晚些，儿子再带皇后还有嫔妃们向皇额娘请安。去吧。儿子告退。皇上对太后做得圆满，极尽孝道。你去把清音找来，哀家有话跟他说。是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他，为的是替哀家移宫进言。臣妾在闭门守孝之时擅自离开，还请太后见谅。替哀家进言何罪之有？起来吧。只是哀家不曾想自己如此可怜，移宫之事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。皇上刚刚登基，忙于朝政，一时顾不上。哪怕臣妾身在前底，也是该提醒皇上的。难为皇帝还听你的劝，哀家以为皇帝的孝心还不如你。皇上的孝心臣妾哪里比得上？皇上说您是天家最尊贵的长辈，世子进臣唯一的太后，必得有相配的殿宇，所以皇上对慈宁宫要求尽善尽美，
稍稍耽搁了些。巧舌如簧，既维护了皇帝，也全了哀家的颜面。虽说你是景仁宫的至亲，但事事以孝敬哀家为先，那就功过相抵了。行吧，你收拾收拾，从前底出来吧。守孝在心里就成。毕竟是皇帝的嫔妃，还是要住回后宫去的。臣妾谢太后。臣妾还有一事求告太后。清音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取，臣妾觉得不大合时宜。不合时宜？是，樱花都是粉色，而臣妾却是清音，所以不合时宜。臣妾不仅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更是爱新觉罗的儿媳，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，许臣妾斩断旧过，祈取新福。你这么想？是。那你最盼望什么？情深意重，两心相许。如意，好不好？是事事如意的如意吗？哀家选的是易得的易，意为美好安静。后汉书说，林绿易得，非礼不处，人在影成霜，便是最美好如意之事。这世间一动不如一静，也只有静才会好。谢太后，只是臣妾不明白，意便很好，为何是如意？你还年轻，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，太难了。若能如意，便很不错。太后的教诲，臣妾谨记心中。好了。也深了，你也回去歇歇吧。等出了前底，便是新生了。臣妾告退。这太后不是很讨厌乌拉那拉氏吗？怎么这么轻易就把她放出来了？这也太儿戏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能让皇额娘不讨厌，才是她的本事。皇额娘还给她赐名叫如意，皇上都亲自去看过她了。如意？什么如意啊？倒叫臣妾想起当年选福晋的时候，皇上就赐了一把如意给她，还选她为嫡福晋。太后下旨放了如意，那皇上就会给咱们定封号，行册封礼了吧？看来咱们还得感谢他呢。皇上就这么看重他吗？本宫实在不能忍。听说这次的事儿，海兰那个小贱人出力不少。海兰一向不得皇上的宠爱，所以一直依附着如意。这说来也奇怪，那么一个标致人，皇上怎么就不喜欢呢？长得再美，却不识趣儿。见了皇上就躲，躲不了也瑟瑟缩缩的，哪个男人会喜欢呀？小家子气，若不是皇上喝醉了，怎么会宠幸他呀？没有家世，又不会讨皇上喜欢，是可怜些。如今看着也会来事儿些了，不像平素里呆呆笨笨的，还是小心些好。这海兰还没分封宫室呢吧？她也只是个常在，也只能随主位居住吧。那就请娘娘成全臣妾吧。你想做什么？咱们不能让她事事如意，更不能让她和海兰沆瀣一气。皇上如今这么看重她，若咱们不再防着点儿，以后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啊？
才觉得这延禧宫虽然靠着宫人进出的甬道，但关上大门也算清静。虽然破旧些，但古朴雅致，不错。主也太知足了，内务府的人连地都扫不干净。奴婢瞧着承乾宫、翊坤宫，景致又美，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，住在这儿，都不知道皇上多早晚才能来一次呢。好姐姐，皇上若肯来，也不会嫌路远；若是不肯来，住进养心殿后的围房也不济事啊。也是，能离了前邸已经是万幸了。主，奴婢去给你点上安神香，这样换了寝殿，您睡得也安稳些。好。主，你等了两个时辰了，若是累了，咱们先到廊下歇息吧。嫔妾克里耶特海兰，请贵妃娘娘安，谨遵贵妃娘娘安排。小东西，饿了吧？娘娘这儿的孔雀呀，可真是宫里一绝。还不是皇上亲赐的，咱们皇上还是最疼娘娘。小东西，快吃吧。既然皇后娘娘要你来本宫的咸福宫同住，本宫身为一宫主位，自然留你。可你也得懂规矩。是。你既然来了，本宫便告诉你，当年你是怎么趁皇上酒醉勾引，又和贤妃勾结成了皇上的侍妾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可如今到本宫这儿来，如果再敢有外心，本宫便不饶你。嫔妾不敢。得了，西边的屋子赏你了，去吧。谢贵妃娘娘。把东西放下，打扫一下。主，这屋子西晒，夏天热得很，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，怎么住人呢？这屋子看起来真像是给下人住的。那便是一般的奴才也不会住这儿啊，不过就是平日里放些不打紧的东西罢了。贵妃也不怕皇上知道吗？我本来就是一个皇上宠幸过又被抛诸脑后的人，贵妃自然是不怕的。主，你也太委屈了，一来就劈头盖脸的被贵妃排选了一顿，而且贵妃娘娘说话也太难听了，怎么能那么说您呢？主，吃点牛乳糕。主，海常再来了。海兰，嫔妾请贤妃娘娘安。起来起来。都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，怎么这么晚还过来？是换了地儿睡不着吗？吃点牛乳糕，你素来喜欢的，尝尝。这宫里也只有贤妃娘娘会记得嫔妾喜欢吃什么。还常在请用茶。谢谢。海兰，你怎么了？还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，我正打算明日去求皇后娘娘让我们同住。
皇后娘娘说咸福宫宽敞华丽，指了主去住，但是贵妃是个不饶人的，让我们住的连下人还不如。怎么会是去了咸福宫？都怪我没有一早跟皇上要你。皇后娘娘早先一步安排的，娘娘也是没有办法的呀。就是我们主儿好性老被人欺负。那贵妃这般对你，你跑来我这儿，她可不忌讳。她有什么好忌讳的？现在咸福宫可热闹了，人人都趋风，她抬起封贵妃的事儿，嫔妾是希望可以跟娘娘一起同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明日就去求皇后娘娘。但是如果皇后娘娘不肯，贵妃怪罪下来，还是罢了吧。那你要先好好护住自己。贤妃娘娘也是。海兰，你平日都叫我姐姐，现在口口声声的娘娘嫔妾的倒是身份。